哼，飞花漫天。哈，天地不仁，以万物为刍狗。自太古以来，神州戾气横生，苍生相互残杀。圣女玲珑不忍苍生受苦，决定逆天而行。而今兽神将醒，总不能每次先看看再说。不好，师姐，出事了！已经没起。背后偷袭，再仔细看。魔宗，这么着急，发生什么事情了？据贪狼密报，魔宗欲在青云山下伏杀。师姐，你师姐如此，天桥寒。我换上武器就出发，赶在下雨前完成任务。这武器顺道罢了。弟子执行任务要紧。哎，师姐，真下雨了。有杀气，小心。有师姐在，没什么好怕的。来了。
这虎妖乃魔宗妖教。莫非师姐，你等一下，我去看看虎妖身上可有什么线索。我找找。正好，打开瞧瞧。眼下还记得我教你的断魔驱恶？嗯。心法是修炼的基础，道哥我每天休息一剑，学习就能哦，学得很快嘛，有道哥我当年的风范。你不可懈怠。师姐，那边有个孩子。金鱼，难道魔宗对无辜百姓下手了？快走。你是草庙村的孩子？我胡闹，你以为那黑影是和你一个村童？找到又如何？那我回家喊大人，不能让崔宇这魔宗心狠手辣。那是别怕，我们是先。既然如此，请相信我们，你先回家。哼，老秃驴，想救次子就交出嗜血珠。师姐，在前面。贼子竟然对无辜孩童下手。大师小心。施主接住。哎，大师。老衲中了贼人的。大师，你先运功疗伤，余下贼人道法高深。喂，那藏头鹿青云门。哼，莫要多说，速速交出嗜血珠。我观阁下并非妖族，为何为魔宗卖命？休要多言，交出嗜血珠。这黑衣人这里，瞄准他，对着他的脸打，看他还嚣张不？离魂。嗜血珠事关神州苍生，绝不可落入魔宗之手。既如此，死吧。这里可以直接使用最近释放的法术，超便捷的。呀，今日之仇你拦得住本座吗？此地毗邻青云山，怕什么？阿弥陀，老衲中了你能去。大师放心，晚辈定不负所托，此珠至阴至邪，你修。对不起。是你。求你的魂呐，听无召唤，归来。孤名玲珑。玲珑，我在哪里？我记得被师姐。此乃神魂，没死就好。乘此幻境，爸，如此。哎，等一下，别着急走啊，你听我解释啊。哎，我虽然骨骼清奇，天赋异禀，乃是千年一遇的修道奇才，可是，再说你来。玲珑上仙，请等一下。
玲珑上仙。甚好。玲珑上仙，徒儿。对不起了，师父，为了活命。甚好。师尊啊。何事？见面礼呀，拜师之后不得意思。如此也罢，这道机缘算是对你童年的补偿吧。境界，哟，竟然突破了境界，跟道哥我一样优秀啊！哎，快来看看，晋升境界能变得更强哦。下一次晋升条件在，只要不断突破境界，咱们就是神州最秀的仔。师尊，对了，师尊，当年你舍身封印兽神，暂与你无关。你已成无一波，得此幻境，有一事。什么事？神器之魂，过去吧。这神器幻象是用来做什么的？幻象所石器？哎，不对啊！你本体有难。在幻境提升境界后，战斗起来似乎轻松了不少。